2023年5月7号礼拜日早上7点，来放炮欢迎我来吧。好，今天7点，今天睡到自然醒哦。今天下雨几率是70-80%，我想说今天可以在家休息一天。哇，我看到这种天气超棒的，没有太阳。出来，哇，赚到！出去呢，出去呢，两只猎捕吗？母鸟在象鼻岩那边抓。手持手持，母鸟在这，好像没动静，这边也没动静，好下炮，一来就这么精彩啊！手持，先拆木鸟好了，因为我还没特别看。那公鸟呢？公鸟在这，母鸟在这，雏鸟一直在叫，雏鸟一直在叫。好，快架，快架脚架，飞啦！在干嘛？难道幼鸟在那里吗？去关心幼鸟吧。每次都让我措手不及啊。母鸟飞回来，公鸟在左边，它是在看雏鸟吗？对啊，它看的位置是雏鸟啊，但是我看一下雏鸟，哦，在这，可怜啊，可怜掉下来啦。开始录像，开始录像。
看啊，要母鸟要那个了，公鸟要叫它飞啦。对，这边绕了好几圈。在叫，公鸟在叫。一直叫你飞啊。小胖应该还没喂。点头，那你稍微晃了两下。那早上看它飞那种绕圈圈，一般就是想要骗那个幼鸟练飞的时候，才会做这种动作。然后巢穴那两只，刚才有正式的，但是没有特别去拍。哎呦呦，有一只在边边角角，有一只在边边角角。我们再看一下幼鸟在不在，好，在啊，融入背景里面。树木人现在望向远方啊，刚好看到他，很犄角。老爸老妈都没动啊。肚子饿了啦。好好好。我们也看到公鸟冲去，开始录像，抓到了啦！